大家好，我是摩根。新英雄瑶即将在本周上线体验服务，模型和技能特效已经正式公布，就是他了啊！非常可爱的一名英雄，也是鬼谷子的徒弟，跟鬼谷子一样，手里也握着个权杖。瑶的定位是一名辅助，跟虎一样可以变身动物，只不过他的变身来源是挨打，不能直接手动释放。如果瑶自身受到控制，也就是眩晕、击退、击飞或者硬控技能，就会变成鹿灵。鹿灵状态无法被攻击和攻击敌人，并且可以减速自身周边敌人，可手动化为人形，化为人形就刷新所有 CD。 一技能可以释放一个可以跟踪的能量球，击中英雄可以眩晕和暴露敌方视野，也是解除鹿灵状态化为人形的技能啊。二技能释放一个可以自动打击敌人的能量球，开启这个技能后无法进行普攻，鹿灵状态可以进行一次跳跃。大招可以附身队友，然后给队友增加一层真伤护盾，并且自身获得技能强化和刷新所有技能 CD。 鹿灵状态下可以减速范围内所有敌人的移速，有了抵挡真伤的护盾，那么斩杀就会变得非常鸡肋啊！附带真伤的英雄也算是遇到对手了。其实瑶还有一种形态啊，就是大招附身后，一技能可以增加追踪范围，二技能这个自动打击敌人的能量球的范围加大，再次释放三技能可以脱离附身状态，并且返还部分技能 CD。目前曝光的只有人物外形和技能，在本周瑶会正式在体验服亮相，更多玩法到时候会一一展示啊。好的，那么大家记得点赞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